你可以标记他，
放手，你家这个害人了。这什么什么口味？牛肉啊，又是牛，而且又是牛肉系列。因为那边有豆皮啊，没意思。没意思。因为大虾，豆皮，没意思。我觉得没意思。It tastes good。嗯，我觉得没啥味道。嗯，刚刚是咸的味道。嗯你要配上只吃面，这很奇怪。不想吃，嗯，他说，哎，我不想吃牛肉，然后这样子。从这个角度拍这个金字塔，哎呦，嗯，这个吗？等下，你的那个，我吸一口就吸。哪个？他的那个小炒面。对啊，我也要吸一口。一口就没了。就没。哎，我要吸你的草莓啊。嗯。哎，这样啦，你们还要吃其他甜点的吗？不要，冰淇淋有点吗？你要吃什么的？原味。原味，你要吃原味。嗯，我知道你要吃。那牛奶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对对，我想吃。那我送出去啊。啊。干嘛？他正在拍我吗？嗯。有点尴尬。干嘛？没有，干嘛？我拿给你而已。我不紧张。干嘛？拿下来。我的，有这个我的，那没事。那是我的。哎，我寝室原本就有，那我就先。嗯，这个原本就有冰淇淋。那就我先吃了，那就我先吃了，那是我的。我要先吃。你的吗？你真的有哎，这个是他在狗当吃的。他竟然想拿他那个，人家想拿我说啥用的？哦，谁的 ？Surprise。哇，还有这个，我觉得长得很不错哎，我要西瓜巧克力，加两小的，嗯，加个搅拌勺，哎，真好吃哎，糯米沙子，你那是洋葱吗？嗯，洋葱，然后糯米里面沙子，很软，嗯，都超好吃。纳豆饼，这个叫纳豆饼，就一般，然后可能刚扒，我就扒烂豆啊，然后扒扒那个饭，嗯，没有很油。纳豆饼吃啊，不然怎么样？这样的行为很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很鲜的。那个行啊，我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自己吃吧。我会吃。是啊，嗯，你懂我的脸了吗？嗯，不是我这够，很怕死啊，不然很怕死，有点怕死。可是蛮甜的，对，都是我的姐姐最爱。我不喜欢那个。啊，那个冰淇淋跟刚姐那个草莓，对啊，不一样。那不然我就吃这球就好了。嗯，好吧，那就给你。我吃这个真实的果肉。嗯，那刚吃它那个苹果。I'll try what it is. 等一下，你吃不到吗？还是说都是那个别的国家进口来的？嗯。你们有？